刚刚在楼下，你这是一点面子。秦放，我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跟精力在没有用的东西上。站着碍眼。好，肯定是这样。出去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。出去了。站着碍眼。出去冷静一下。太没尊严了，刚刚在那脱酒了。不能说话。把思聪吊起来。哎，把秦放吊起来。